五辅助是怎样？对面是不想玩的，是不是？这阵容有点扯哎、欸。哦，干，拆中路，对面是来刷那个、啊，要把自己刷下去的。妈的，难怪那些全服的胜率都那么高。妈的，找到原因了。我靠，永恒！我靠，这啥小啊？嗯，敢打塔拉哦？塔拉前期感觉可以把我打烂呢、欸。他妈的，他超痛哎、欸！看他还带斩杀哎，他是要我命是不是啊？不对，他本来就是要我命才带斩杀的。哎，刚才塔拉怕我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，他黏我有，他有机会直接把我打烂哎。哎，干，等一下，我们。我们辅助是木家爵、欸，我操！我管他在这，他别吓死我！不是塔拉他妈的前期超痛，他不黏我，不就是随便我打了吗？他怕我哎、欸，他怕我一个青叶呢，怕我一个前期超烂的青叶呢。那他只要黏着我，然后转一转，转一转，我就要死了。你看他好像可以抓哎、欸，这是有点嚣张哎！我靠！爽收一颗头，我仅仅打了不到五百，干你！啊！哎，靠北，我没转到，算了，先上去要紧了，哎。我现在四打五，我们是五。哎呦，这只有点嚣张哦。嗯，这个也是有点收头嫌疑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是团战。你还想跑去哪？没事，绝对没有人看到我刚刚打到小兵。我靠，一换四哎、欸，真的赚烂了！他妈的，那个塔拉上来唯一的功用就是他妈的清个伤兵，然后就要下去，好爽啊！哇靠，202哎，干我清202比我龙马前期四杀还要自豪哎、欸！我在练脚哎，不对，我干，妈的，我想说为什么他要直接直冲过来，靠背，果然有不太妙的事情。小风过来啊，他吃你红啊，过来啊！干他老大，我们两二打二哎。我靠，好险！他开斩杀，但我很想帮，我真的很想帮，可是我血太惨了，我很怕那个雅雅，由于那一圈他妈我就死了。不是啊，为什么紧的下路啊？没事。其实这一局好像木家爵辅助挺强的。对面都是那种很贴近型的，是吗？是吧？对面手都很短。感觉是他妈的这个木家爵超好洗输出的，干。木家爵是战士的特克星哎，走路走一走丢一滩给你，你就死了，没有死啊，你就直接半血，然后你就很不爽。哎，干，啊那你 Kalki 啊，那弄 Kalki 啊，靠背。哎，靠背，等一下，我要清兵啊，
刀锋死了。看，不要过来啦，我打不死你呀、啊！哎、欸，这只有点皮哦、喔，这只真的有点皮、欸。这只真的有点皮、欸。我靠！看插到直接不见嘞、欸，傻小。我靠！哎、欸，我现在才九等、欸。真的超痛！我才九等，我输出，我战绩可以打这样哦、喔。那、啊、我后期怎么办？哎呀！哎呀！我靠！不是啊，娜塔雅到底要怎么打音乐啊？这里为什么会选娜塔雅？他妈今天才刚刷新赛季耶、欸！不是吧？我们队友两个璀璨，应该是对面不会那么憋气吧？我靠，这是什么外送的那个备注吗？他要谢谢。啊靠，没了。先生，你的包裹没有领走，我靠，完蛋！我靠，阿甘，我刚想说我活着，那我被跳一个大的，我操你妈的！我想说我那样子不用死哦，然后移走，一跳一个阿甘死了，哎，不用这样子，这是我的梦想，这是我的梦想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哎。当狙了、欸，哎、欸，狙了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璀璨大佬艾菲呀、啊，我他妈跟不到啊，真的假的狙了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才十二等哎、欸，我现在才十二等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对我吗？我还没玩到哎、欸。我刚只是开个凝霜，然后被跳一下死去。哦，哎呀，星耀谢谢，五连胜谢谢。